现在在国王湖那边附近，然后我们要搭这班车去魔法森林。我们这边是蓝松教堂，对啊，但是在那个魔法森林中间的一个站，然后就是一个教堂这样，就是这个教堂。我们现在刚刚在那个教堂旁边，然后我们本来要搭公车上去魔法森林，但是因为看部落客他们还有一些其他人说，就是刚刚遇到路人，他们说这边的乡间小道很美，就蛮美，差不多45分钟会到，就当散步，顺便看看德国的乡村的一个感觉。Hey, 那是 Sarah。 后面那是 Jeremy。 刚沿着后面那条小径走过来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到魔法森林。就是阿尔卑斯山三角。You said, why am I holding on, baby? Oh, I would never back down. Are you walking out of my life?Listen to my heart beat, beat, beat. Saying, do you love me, me, me? But I'm lying here alone, so I put you in a song beside my heart beat. 我现在已经划船划到湖中间了。我们来看一下湖底的水色吧。看得到吗？看到什么吗？Gotta get you somehow. Can we start over again now? I took it for granted that you. Hey, say yes. Hey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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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y.哦哦哦，有有有，一下子飞起来了，对啊。我们从湖的那一边，新特湖，从湖的那一边哦，这样一路有到那边，我们整个划完了整座。棒。
常是倒车入库，现在是倒船入库。对，瞄准。你看，你看这，你看看他们的水，对，真的很清澈。对啊。哦，那等一下，我来说个结尾吧。这是划船的感想，非常的完美，非常完美。我真的很开心来这边，就是想要划船而已。对啊，我们才第二天就遇到这么棒的行程，对，是不是很棒？对啊，我现在真的是很开心。对啊，很赞很赞。好，那我们先到这里啦。